来，李德伟委员赞成，陈秀宝委员反对，高虹安委员赞成，赖品妤委员反对，高金素梅委员赞成以行受体诉入到契约书里面。好，谢谢，非常清楚。郑正乾委员赞成，林玉华委员赞成契约载明，谢谢。林怡景委员反对，黄国书委员范云委员反对，吴思瑶委员反对，张廖万坚委员反对，吴丽华委员你们自己提案嘛，你们自己，我们希望保留朝野协商，但是国民党委员提案表决直接不通过嘛。好，所以是国民党委员提案，自己的提案自己反对朝野协商，陈秀宝委员嘛，自己反对被通过的可能嘛。然后吴丽华委员，你有没有写到吴丽华委员在这里？对，然后张亮万坚委员这里有，黄国书委员有，吴思瑶委员有，杜林吉委员，等一下，我们重来一次好不好？好嘞。我也觉得很，现在就已经契约载明了。来，我们赞成载入契约声明的有李德伟委员、高虹安委员、高金素梅委员、郑正乾委员跟林玉华委员。那个林玉华委员，麻烦先尊，我们先尊重一下主席的结论好吗？反对以行受体诉载入我们契约的声明当中的有陈秀宝委员、赖品妤委员、林怡景委员、黄国书委员、吴思瑶委员，还有张廖万娟委员、吴丽华委员跟范云委员，反对者多，此案不通过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进入审查第24条。